那我就帮你先做了前面的那个起步的步骤，关键时刻要你自己来，好吗？来，新娘子为了鼓了他的劲儿，你扶住他的腰和手，跟他一起把这个香槟酒打开啊，先起开那个保险，打开保险，然后把那个铁丝卸下来。好，来，准备好啊，3、2、1，开炮！你要松一下他，孩子，你就这么摇到天亮了，他也不会开的。你得要去开他，你光晃他是不行的，晃他他自己不会开的。拧一拧，哇！师傅，忘提醒你了，给我们摄像机穿雨衣。我们新郎官这一炮打得好响，来，先给自己斟上一点。你让我们摄影师。